十个黄瓜，蘸的是这个 good luck 的酱。这个酱啊是19.9发十罐，完了还赠送十小袋。之前的只是十罐，没有袋，蘸啥都好吃。我早晨用它，打开它用它蘸着豆腐吃的。你们吃没吃过这种水果黄瓜？这酱早上起来被我吃了一半了。蘸肉吃，蘸肝吃，蘸虾，蘸啥都好吃。这个辣酱，蘸什么菜？拌面条，太香了，这酱，这是鲜辣酱。